角的，对，看是仰角哈。啊，一样的，它那个下巴也是这样子。啊，也是那样的是吧？它没有仰角。它是有颗粒的吧？那图片给他看一下来。颗粒的又不一样，颗粒的那种下料是那种震动下料。没有颗粒，没有颗粒，它只能用酱料。酱，只能是酱。那就是我们那种。这是咖啡的嘞，是啊。这是咖啡的。你这个是干嘛的？粉里面搅拌是啊，对啊，这个也要搅拌一下，它就会下料就会均匀嘛。这是专门咖啡细粉吗？对，咖啡细粉。你现在里面有咖啡粉吗？现在没有，现在没有。这个里面的料本身你要清干净。很细，很细，很细的是吗？很细的。哦，就是里面裸感吗？就是我们一般的喝一包一包那种咖啡啊，那样的咖啡。你基本功吗？咖啡豆。这个问的人太多了，问的人很多，因为我之前跟你那个有联系的。这个背部。大概是20万左右。这一台啊，啊，这20万那太小了。啊，你要想，这上面全部是三个键，上面有四个，全部是的。是那种便宜很多，那种便宜很多，那种可能。样品的话赶得急，赶什么？好、啊。